今天我们也拿干冰来冻一个棉花糖，看人家吃的嘎嘣脆。先放上干冰，哇哦！这是在干什么？这个好了。然后我们放上棉花糖，感觉好好玩嘛，多动几颗啊。好，然后再盖上干冰，然后再倒上干冰，我也不敢拿手呀，一会儿给我烫坏了可咋办？哇，据说这个可以冰得特别快。啊，我们其实这个在冒烟儿，其实相当于在煮棉花糖一样的啊，我们让它煮几分钟。哇，好玩儿！等我们，我等个两分钟好不好？等个两分钟，然后我们看它脆没脆。好了，冷了几分钟，我们看它有没有好啊。这个碗现在不敢摸，这个碗现在太凉了。好玩儿，这个好玩儿。我的妈呀，真的杠杠硬，还不拿给我吃。太脆了。冻得好快。边上都没有印，哇，这是我吃过最脆的棉花糖。